亲爱的听众啊，这个加勒，加勒是啊基督的同伙，是为了神来征战。在加勒身上有三个特点，第一，他相信神的话。以色列人之所以没有办法进入美地，就是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。加勒之所以能够进入美地，乃是他以神的话成为他的信。哎，们，什么叫信呢？我们信神所说的，我们上去得那地，主人得胜。感谢主，一方面就是信，就是啊，不是看我们，乃是看基督。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看环境，哇，看这迦南人，哇，这么高大，那又看自己像蚱蜢，那一上去啊，稳死的。就给我们看见了、啊。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不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只看基督，望断于基督，我们就有从神来的信。第二，他身上啊有一个灵，就是专一的跟从主，他是绝对与耶稣呀是一的。我们今天要绝对与神与基督是一，专一的跟从他。第三，就是啊，他是一直征战。加勒说到，他85岁的时候说，我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就是他一直保持了一个不衰老，那个活力从哪里来？乃是借着征战，击败仇敌，拿非利人。感谢主，是我们的食物。感谢主，我们越征战，我们越享受。仇敌做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就会长心化哇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至终我们能够征服所有的混乱，能够在凯旋的行列里宣扬基督的得胜。感谢主，能够在神的经纶中得胜。